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韩国和朝鲜的新闻？这两个国家的新闻呢，真是嘎嘎一嘎子。我每次看到这两个国家的新闻的时候，我都憋不住乐。一般韩国新闻播报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嘴都不咋张开，就搁那嘟囔着，就好像会富裕似的。他们一般都是这样的。多拉吉米达，那去卡里去参了母会，就再来给你录，看参了马七星的怎么样？这里头成都吉西米达。然后就是朝鲜新闻了，他们每次都是破马张飞，趾高气昂的，就好像要吃人一样。朝林李冲吉一米达，卡鲁文朝鲜新闻一米达，伊木头卡迪莫索伊塔一米达，伊泰路满贼满贼满满贼一米达。啊，这些词呢都是我瞎编的，请不要在意对和错。马强，你是不是把手机了？哎，老师，错，再不得了，再不得了。拿来我看看。老师啊，我关注查二中微博呢。啊。还关注查二中微信了，整的还挺全乎的，赶紧给我收起来。